主，你有对这个姑娘动情吗？没有。走吧。我这算是被他拒绝了吗？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等他。在等我吗？你又来了。哎呦，哎，你不可以这样随随便便神出鬼没的出现。这几天他们都待在一起，他不是已经情根深重？龙主，你放心去取剑吧，我们来负责把这两个灾星赶出龙谷。嗯，龙主冷漠又强大的样子真帅气。你看，狗狗开心。你认真点。我很认真。从前有一名隐士，叫北郭先生。燕慧。你越界了。我知道你这根本就不是在为了未来而努力，你这是在惩罚你自己。是又如何？与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心疼。我喜欢你。我觉得他配不上你。你既也被黑气所困，不如我也帮你一把。你这是干嘛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他可不一样啊，你这一刀下去我可能就没了。燕回他这个人杀心真重，他又不会真的杀你。燕回，希望学会身体后你这一生都能平安顺遂。